点仔就会好。但是有一挂物件不是甲你咧讲笑，你若目着一世人就甲你顾。是四好是四好，拢分袂清楚。一步两步三步，愈行愈糊涂。你是看着鬼，暗时骑车找无路。用心拍带速度，连个和弦都会弹错。这是你的心愿，是你的生命，免予人牵咧行。夜咧予人笑无大开，夜咧予人做盘仔。有诶物件其实家己毋免饲，因为饲过拢已经出代志。迄只小拍鸡啊，即卖无咧流血流滴，但是常常看伊跍咧路边流大流鼻。迄个查某囡仔生了水水，头毛长长，伫咧夜店出入，大家拢嘛叫伊女神。我的女神今晚不敢出门，因为出门就要准备很多包大人。伊讲你是兄弟，把你当作家己，若有好康的拢会拿来给你骗。其实看你好骗，看你一口贱面，若是怪到第一遍，如你千遍也不厌倦。这要不要死的心肝，要不要找麻烦，免给人看这你若无咧听，你若无咧惊，当作我咧五四三。迄个乌鸡嗓其实干那四十外，伊用性命咧讲故事予咱听。二十几年前，伊阁是一个少年兄，等伊醒来，人生已经过尽。有通回首的往事，伊回头看，只剩一句话，早知影。阿良师兄伊常分享自身的故事来讲互听，又讲到阮心内点。心肝头会疼，整个的过程又拢有讲出来，我听着实在吼，感受足深的。继续讲。过去，我感觉我这世人可能就安尼啊。也毋过，伊甲我看阿龙叔兄穿鞋子、穿牛仔，来甲我演讲，完全看袂出来，伊较早我甲我共款食毒，我以后嘛袂安尼。只是不知道阿龙叔兄讲的，敢是真的？将来出去，会当去找伊，伊敢真正会甲阮斗相共？你写信给伊啊，你问伊嘛。我相信哦，做这人一定是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二三八幺，啊你话还袂讲，你是咧靠啥啦哈？来啦。马上谢谢。那陈老师，一年后我听到世界阿龙叔爷讲，伊母亲过世的时阵，伊用白灯念，我不好。妈妈往生的时阵，我还过咧忙，为他家家吃多，要伊我妈，我真想死啦。我已经有先看过这段录影，我嘛真感动啊！那严学廷伫个家，伊的这个同学后来愈考愈严重，考袂停啦。阮只好暂时停止录影。看到咱这几届的经历甲成果啊，咱感觉真庆幸，庆幸咱的组队啊！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替更生人来服务。对啊，就算讲吼，分淡薄仔帮助，你嘛是真好啊。我希望遐个更生人拿出来了后吼，会当找到人生的方向。啊，人生若有方向、目标，啊努力，啊就袂行翻头路啊。我嘛是安尼想呢，若是愿意吼加入慈济大家庭的，咱会当先带因来做环保。让伊慢慢啊体会，安尼哦，伊就更加珍惜啊。我若是伫少年的时阵啊，就会听许多人的教示哦，我都袂浪费遐尼侪时间啊。因为迄个时阵，你阁少会袂晓想啦。这教育真正要自细汉开始啊，真正足重要诶。无唔对，等下捡着毒品。这一人斗三工啊，拢已经是治标无治本啊。
这十几岁的囡仔，这心情阁无稳定啦。啊，那有什么无好的影响哦？朋友这就去啊，这教育就变真重要嘞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影响在国小高年级的囡仔，知影讲哦，这毒品的可怕，这应该是真有效果的预防才对。咱伫其他的所在啊，咱有推广校园反毒宣导啊，啊，过咱彰化地区嘞。咱彰化地区根本就无啊！咱家己的囡仔拢伫遮受教育的，我想咱应该来积极推广这块才对。嗯，我想吼，大爱妈妈们应该拢会做认同，因为大爱拢足关心一直大爱教育。嗯，有影。我嘛感觉讲哦，这主头了有好啊无好，这不是上重要。上重要是人品的教育啊。真正讲，真正未晓想去学歹，啊，走去吃毒啊，这规个人生都拢毁掉啊！无唔对，等下吼，咱就喊大爱妈妈来聊一聊啊。好哦，感恩哦，感恩啊，感恩。获得大爱妈妈们的支持，我就开始甲中华每一间学校进行接洽。现在大家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多方的肯定，彰化县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源以及支持。我们希望毒害能够完全的远离我们的下一代，而我们的反毒宣导活动也会一直深耕校园的走下去。各位同学，阿良在此恳请各位不要使用毒品。如果你使用毒品，毒品就会缠着你，缠着你一辈子，甩都甩不掉。哦，这一批哦，全部都是江师兄摕来。啊吼，是对彰化甲台中的监狱寄来。吼，我看到说了，串一个呢，才差不多加起有四五十封。嗯，呵呵，你的业绩吼，这么好，业务吼，搁较尼啊赞。哇，这多哟。嗯，我顶礼拜搁有十几封哦，无十几封哦，我看过，我未回呢。我看吼，后壁搁继续寄来啦。这哪无请迄吼人文真善美派志工来给咱斗三工，哪有法度啦？哎呀，嗯，我看也是咱家己来好啦。因为哦，因这受刑人啊，那是该有安尼有互动啊，咱靠法度去了解着因的需求啦。哦，那个访视的部分，我恐怕是咱家己起来啊。只是讲哦，这回报的部分，我真正差别哪回啊？无咱来个斗三工啦，阮来给你斗花杯。对啦，赵兰师兄啊，你爱无用的代志哦，遐尔多，阮给你斗三工花杯啦。是啦。好啦，多谢你，感恩。啊，不过我嘛唔捌甲寿星人花杯过安尼。啊，赵兰师兄，啊，这边花杯的时阵吼，是啥物美感爱注意，还是啥物禁忌哈？应该就是甲因鼓励啦。啊，上重要就是爱有爱心啊，爱顾虑到因的自尊心。虽然讲伊是做唔到代志去王乖，啊，不过我感觉顾虑到因的自尊心，这是足重要的。啊，是各位师兄师姐，你拢叫我敬仰，叫你有爱心嘛，我想无问题啦。哪里我知影啦，就是要回配的时阵吼，爱写鼓励话，对无？唔对。对对对，安尼对，安尼对。不要烦恼啦。啊，唔捌来所在吼，再请教赵良师兄啊。慢你讲，慢你讲。哎，本来吼，啊，无，我提家到三江嘿。哎，这位。四三四三，一二六二，二五六四，三二四四，二四三六，四三五八，二六六九，二三五四。阿良师兄。你好，我是伫咧中间食免钱饭的同学啦。
狄志平，啊，我今年24岁，我无读偌济册，无啥会晓写批，我简单啊讲就好，请见谅。阮家伫海边咧饲鹅啊，生活真无好过。我知影，是我毋捌代志，伤着厝内人的心。啊，即届我入来3个月啊，阮爸爸妈妈即届嘛无来甲我看过，我就艰苦的，我就惊伊是毋是无爱挃我，要放弃我。啊，你今日感觉安怎？啊，有倒位无爽快？阿良叔兄，听到你的反倒宣导吼，我已经决定好啊，我要跟你同款，我要向你学习。我来助教。所以，敢会当请阿良叔兄去甲阮爸爸妈妈讲，我听阿良叔兄的话，我知影唔对啊，我嘛一定会改，请阮爸爸妈妈莫放弃我，好无？这个囡仔吼，讲只24岁尔呢，啊，不过伊已经是烟毒、窃盗，啊，搁去用抓去关两届啊。赵良师兄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甲伊回批啦。讲实在啊，真正是恶人无胆，搁惊爸爸妈妈吼无爱治伊啊。啊，若知影有今仔日，啊，伊当初就莫做歹代志就好啊嘛。张良师兄，歹势呢，我唔是咧讲你啊，我是讲这个囡仔这么少年，都敢若我家己的囝同款。我是咧讲伊，我唔是咧讲你，你唔通误会。小王师姐，无要紧啦，无代志啊，吼。我一想哦，伊的爸爸妈妈无爱看伊哦，一定就出气的啦。这若是我的后生吼，我一定哦。心嘛，人人喊坏，我嘛无爱看伊。我爱伊知影讲哦，伊做唔对代志，是偌伤我的心的。咁真实的啊，是不是这啊？这伫内底哦，是无厝的人的陪伴，无自由，足痛苦的呢。你敢真正这么绝情，做会落去啊？是不是这啊？我以前我常常想阮爸妈的心，一届，阮妈甲阮姐去看我，阮爸伊，阮爸伊人伫外口，伊无入去。啊！迄个时阵，我都快袂晓想啊！我根本就无去体会到阮爸阿妈的心情。啊！后来我才知影，阮爸伊安尼，阮爸伊歪入去，是因为伊若看到我受到折磨，伊足心疼。师兄，我了解吼你的意思啊。其实吼，我是心疼，我嘛感觉我做无路用啊，我无法度甲囡仔斗三工啊。我的时阵啊，我嘛是，我敢希望讲阮爸的。用入去看我，啊，干妈两句啊，蛮好嘞。我嘛无想要讲，伊家长伫外口心疼。
我还想哦，爱志平，因爸爸妈妈无去看，一定有伊的原因吼。小王师姐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好吧？嗯，你先写批甲讲啊，你也讲一挂鼓励话，啊，再甲讲哦，讲咱会去因厝的了解一下真实的状况，啊，甲伊的厝的人开讲过了，再来甲说明。好啦。阿英，阿英，拄则有人问到恁家哦。啥物？恁讲是住在公爹会，阁有讲到恁阿平哦。啊？阮家阿平？啊，阮家阿平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唔知啦，无讲到啦。你好。你好。阮是吼住在公爹会来。请问徐世平是毋住伫遮？阮家阿平，搁伫遐代志啊，是无？嫌看伫内底就伫遐代志。哦，无啦，伊无遐代志，无遐代志啦。啊，无阮家阿平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恁是啥物人？歹势啦。啊，请问你哦，你是徐世平的爸爸吗？是呐，是无？阮家阿平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徐妈妈。你免烦恼啦，阿平吼，伊无发生什么代志，伊哦下批给阮哦，叫阮来厝内面看卖啊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是啦。师姐，请喝茶。嗯。阮哪有可能放弃？你若讲哪不好，嘛是家己的囡仔，只不过要顾，嘛唔知为倒啊顾去。啊，吃吃好了吼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阿平爸爸上气乖，讲两气乖，阿不是安尼困，拢偷偷的流目屎，困袂去。有一天去做代志时，被房门顶关摔落来，阮所有的钱拢开医药费内底，即卖无收入，嘛无头路。徐妈妈。你辛苦啊！阿平自细汉都无爱读册，干那顾爱佚佗，想讲跟因爸爸去做陶醉，钱赚侪赚少都不要紧，生活一直过就好。只不过是，哪会知这囡仔哪会变到安尼？徐妈妈，囡仔吼一定会改，伊拢24岁啊，伊豆豆会晓生。真的，伊下辈来的时阵哦，拢安尼讲的。想好是安尼，我嘛想要去看伊，不过我行袂开卡，我爱照顾阿平爸爸。之前阿平甲厝边借钱，人都已经看阮无啊。我赚的一点仔钱，替伊行销都去一半，我嘛无法度提钱给伊。阮阿母唔捌你，拜托你替我甲伊讲，你内底就较乖。出来就好，我做人。那无，因爸爸讲，时间若到伊这代，就爱绝后啊。这种话都讲出来，表示因爸爸心肝内有偌艰苦。许妈妈，你爱相信阿平，已经知影唔对啊。伊写批来讲，伊一定会改。真是的。你看，外口伊咧陪徐爸爸开讲的，是阮叔兄，伊之前嘛坐过家。伊少年的时阵学歹食毒品，所以予人抓去关。啊，不过你看，伊伫咧最后一届坐家的时阵，伊就下定决心出来了后要做主席，用宗教的力量陪伊改过。伊即马甲较早完全无共款啊！真的哦，当然嘛是真的。阿良师兄吼，伊去安尼一个过一个家教吼演讲，伊希望所有的人来当含伊同款，讲哦，当来做好囝。确实吼，家教安尼报过去。阿平吼，伊讲伊足感动的，伊阁讲吼，伊嘛一定做会到，这是真的哦。徐妈妈，阿平若要改。一
即马上需要的，就是亲人的关心甲支持哦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看水水画这图啦。这是画啥？伊讲哦，这是一间足大间的厝。嗯，一个是我。一个是你。这个是我。这个是水水，吓。是啊。厝的外口这个水水，伊手提这么多物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伊讲哦，伊大汉了会友好。会出去外口赚足侪足侪钱，转来给咱。我以前细汉的时阵啊，嘛是安尼甲阮爸阿妈讲的。后来也是互因操心啊。恁妈今妈体力足骄傲的哦，顶边等去的时阵，伊讲今妈亲戚拢真大方问伊你的状况。啊，搁有厝边隔壁的眼光嘛无同啊。可是阮爸，我今去志平啊，因厝的啊，看到因爸坐伫门卡口啊，阮厝的大门嘛有一只椅啊，是阮爸伫坐。我想时代那放学的时阵，我就看到阮爸坐伫门外口。阮妈讲，后来我放着去关啊。啊，搁阮爸甲赶出来的时阵，伊嘛是拢坐伫门外口等我回去。志平讲，无论安怎，绝对袂用阁辜负因爸因妈对伊的期待啊！我知影，我袂阁互因伤心啊！这句话我以前甲阮爸阿妈讲足侪摆，讲起来真简单啊。做起来是足难的。我以前嘛甲你同款啦，兴甲朋友去佚佗、去相亲啦，啊，家己学歹哦，还阁怪伫朋友遐去啊。其实这是毋对的，会学歹拢是家己的问题啊。啊，甲朋友相亲哦，这毋是讲袂用你，只是讲爱为好好的方向去嘛。安尼煞袂去害着家己，阁害着别人啊！我过去嘛是犯真济错，阮爸阿妈忙足伤心的。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改过啊，我相信你嘛会用你啊。前几工啊，我去恁厝的啊，替恁爸妈申请的生活补助已经落来，专工提过互恁的。多谢您。啊，对啊，麦客气，哈，麦客气。你啊，爱好好改过啊，伊就想你啊，伊拢一直唔望你会改过。报告老师，我会当做到，我一定改。我就做，我许志平，讲会到，做会到。真好啊！讲会到，做会到。
长官，谢谢你。好，3148，哟，回工厂。报告，是。阿兵，等一了，麦克和狼羊收集情报你。多谢老师。帅哥，美女，你是在看啥？看到这么认真？无啦，我咧想讲哦，迄天咱去彰化监狱做反毒宣导的时阵啊，看到迄个少年的徐志平啊，3148呢，我以前就是安尼啊，干那一撮编号尔，无名，干那数字。这样给李正师姐做参考。你是讲要表演的反毒剧啊？嗯。放他轻松诶。哎啦，我逐天嘛足轻松诶。1417，门家经理者，今仔日假释出狱。那是我感觉生活的最后一个变化。在那之前，我一直错再错。妈，你钱给我，拜托你。袂用的。拜托你。袂用的啦，绝对袂用的。因为你摕钱是要去吃毒，我绝对袂用的给你。拜托你，我这么辛苦的。袂用的。袂用的。哎呀！我摕到。阿亮，阿亮，阿亮，我这个业主为了吃毒，连伊妈妈的拢不爱顾，厝内物件拢给伊卖到断寸去，剩无偌济。伊讲伊真痛苦，伊敢知道这话听在妈妈的耳内、心内，妈妈是比痛苦100倍、1000倍，你知无？阿亮，妈妈。邓姐，邓姐，邓姐，什么走回来啦？当时有这句，那连我都唔知。嘿啊，连我都看无呢。啊，到底吼是飞到底去啊？刘江师姐，啊，你即马吼是飞对一出来啊？我嘛唔知。啊，梁师兄唔是应该爱落台吗？啊，我头一个晚唔，哎，那个回来。我才想讲，哪会安尼？是啥物时阵改？我嘛唔知。哎呦喂啊，我也无改啊！我这下真正火花去啊！到底是一出悲剧，啊，煞演到敢那喜剧呢？啊，喜剧嘛袂歹啊！啊，即摆观众吼，敢毋是拢爱看喜剧？毋是喜剧，是我一时无反应过来。哦，无啦无啦，歹势啦，迄是我的问题啦，啊都。我把师姐安尼跋倒哦，哦，足逼真嘞！我今日受伤啦，我说我来甲看一下，看有影有受伤啊无啦，甲关心一下。好啦好啦，不要紧，无，搁一摆啦。哦，来，拍摄啊，拍摄。啊，师兄师姐，拍摄，我接一个电话者吼。啊，拍摄吼，拍摄拍，拍摄哦。哎，喂。啊无，男主角今嘛无伫哩，咱先休困一下啦。丽珍师姐。啊，赵良师兄吼，这样也无用。啊，到时阵吼，伊也要主讲，啊，也要演戏，啊，你要哪样个啊？主要是吼，赵良师兄拄坐做久啊，早都已经哦慈眉善目啊。我安怎看，伊都无像业主。是啊，伊无像业主，啊，伊拢真人真事咧搬呢，阁无像，我无敢讲去大伟师兄来搬哦。
我想讲，我耳孔哪会遐痒啦？啊，你是伫咧讲我什么呀？秀凤师姐在咧讲哦，叫你来演月主，啊，你想安怎？什么呀？我演月主哦，这边哪会演起啦？我前头下来引导，安尼照两次的红菜给我去尿尿咧。师姐，你莫笑甲大声，莫甲左一亮师兄遐惊走去。袂啦袂啦，师姐你好，啊是大伟师兄讲赵良师兄伫咧遮咧摆宴，啊我拄做环保做煞，啊想讲过来给恁看卖啊一个啦。啊伊伫后壁啦。啊是哦，啊无我先过来看卖啊。什么所在需要我好咧？我哦，你一定会当演得足好诶！你讲演得住啊？嗯。哎呀，别烦恼啦，那是要增加场次哦。丽珍师姐伫咧戏剧诶部分哦，就会当训练两组人起来，啊，随时做调整甲调动。啊，另外吼，那是同一个路线，啊是同一个乡镇哦，咱就排伫咧同一工，会当接新沟通诶时间嘛。没烦恼啦，无问题啦。对对对对对，大伟师兄，你真正是哦，老的老婆丁嘞。什么代志啦？经过你的手了后吼，就变甲咧简简单单、轻轻松松。啊，两组人哦，我即马哦，连一组人都时间真歹瞧嘞。我即马排练的时间是足有限啊嘞。嗯。阮早都找好人选来代替你呀。嗯。啊？哦。所以恁早就拢设计好啊，要来甲换掉啊？那是当然的啊，无敢讲要有开天窗。就是啊，而且阮娶的这个人吼，足缘投的哦。阮想的是朱一亮。你讲朱一亮哈？朱一亮哦，袂歹袂歹，你拣一个哦，甲我同款缘投的人，袂歹。因為我嘛太无用咧，我今日耽误你的进度啦。赵良师兄，你感觉安怎？嗯，我看朱一亮袂歹咧。嗯，我来门口买下看伊的意愿啦。嗯，好啊。好我啦，好我，你只好我啦。哎呀，妈，是的呀。连伊妈妈拢袂顾，厝内物件拢互伊卖到断寸铁，剩无偌济。伊讲伊足痛苦，伊敢知？这话听在妈妈的耳内、心内，妈妈比痛苦搁较济一百倍、一千倍。阿娘，妈妈袂放弃你，妈妈永远袂放弃你，你知无？阿娘，妈。妈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！妈，请你原谅我！妈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我一直都艰苦啊！阿良师兄啊，你无闲哦？那大伟师兄来了呢，坐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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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坐。啊，你那安尼油头革面啊，是有拄着什么麻烦哦？嗯，无啦，不算麻烦啦，坐啦，坐啦，坐啦。是安尼啦，这个哦，嘛是细哥的啊，阮港中的啊，下批来啊，讲希望咱用个倒三工啦。恁以前都有熟识啊？无啊，这个寿星人阮无熟识啊。有些啊，伊讲哦，伊叫做高家明，还是住伫啊海边啊迄边啊台西啊，啊今年25岁。伊讲哦，因两兄弟啊拢伫食毒。之前啊，两兄弟啊是轮流伫皇关，按过即马两兄弟啊拢伫皇关啊，啊所以真烦恼，因妈妈讲家己一个人伫厝。啊，因爸爸咧？无啊，无讲到因爸爸。
高嘉明讲哦，伊知影咱的团队啊，我伫共斗三工，伫接应更生人呐、啊，帮这更生人哦，伫社会上用正常生存，所以伊希望讲伊出来了，会用来找咱，咱嘛会用来甲斗三工。两个后生，拢食毒，拢被抓去关，真正也可怜啦。这个妈妈哦，日子唔知要安怎过。这环境的影响也是上大的啦。我感觉咱这反毒宣导活动啊，永远都是做了无够紧，永远都是做了无够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啦，但哦。脚手要搁较紧嘞，搁较主动嘞，去搁较一所在做反毒的宣导，予搁较侪囡仔知影讲这毒害的可怕。嗯，无唔对。我感觉吼，像这都市的学校啊，还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啊，咱拢爱来，因为这毒品伊袂去分讲好野人还是善家人嘞，啊，每一个学校咱拢爱来去骨力走。我感觉哦，高嘉明因妈，知影讲因两个囡仔拢伫家家内底安尼伫改啊，嘛是好啦。啊，无你看，啊这两个囡仔，拢伫外口安尼，唔知走去倒位去，搁去乌白食都乌白母啊，安尼嘛是加烦恼的。你讲了无道理啦，你之前都甲我讲了几落改啊，讲这食毒的囡仔，即嘛被关伫个内底啊。至少会当确定讲，因目前袂去受到毒品的影响。嗯，我想我以前啊，但是无乖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对阮妈来讲啊，上大的噩梦啊，就是我咧学都歹坐咧，我都走出去，人唔知走去倒位。我只要来一出门啊，我妈就足烦恼的，哦，啊，一个心就亲像挂伫半空中安尼啊。我妈哦，迄时阵常常妈妈烦恼我，啊烦恼到安尼四处走出去找啊，嘛拢找无人啊。大伟师兄，我看这高嘉明妈妈，咱就今日来个访视啊，看什么情形啊，来个高嘉明讲，会较早安心的。好，就安尼。谢谢啊！哦，这几包啊，谢谢，别来打了哈，谢谢。我再来哦。哦，再来。他跟你啊，你好，要买物件呀？不是啦，我不是来买物件，我是来找人的。请问吼，那二十七号伫咧倒呀？唔知有啥物代志吼？是安尼啦，我要找吼二十七号高岗。请问一下，那高嘉明的妈妈你敢有熟识？啊，恁是苏姐？是啦。唔知有啥物代志吼？啊，就吼高嘉明写批给阮，讲伊足久吼无伊妈妈的消息，啊，请阮吼来个看快关怀一下啦。师兄师姐好。无你的代志啊，你出来创啥？妈。人是来关心嘉明的，我是同学，当然嘛爱关心吗？啊，人关心人的，你免搞话嘛。袂啦，啊，因甲阿关老母同款是做这人，人来拜访是要来斗三工的，我袂加讲啥啦，你莫烦恼啦。你莫后壁讲话就对啊。头家娘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阮家着较装卡，大人较贤操烦，惊麻烦啦，阮爸无歹意啦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你。袂要紧啦，袂要紧，请坐。我叫陈明忠啦，我甲嘉明咧，自国小到国中就拢是同学啦，算做伙大汉的。其实嘉明咧真看袂起伊行歹路的阿兄，这是家己讲的哦。所以啊，我就感觉伊应该袂有问题。啊，不过啊，国中毕业了，我出去外口读册，啊，回来才阁见面的时阵吼，已经完全无同款啦。你的机车是安怎哟？唔知呢，我搁试看卖啦。啊，敢会是无油啊？吼、
你的机车那常常拢有问题哈、啊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哎、欸，阿官，啊车歹去袂发咯？敢要开车甲恁载？还是要我请你啉一杯凉的啊？哎、欸，咱来走。哎、欸，大兄，你无看到我咧甲阿官咧讲话吗？是要走去倒？安怎？读过大学，就考袂起啦？哦，阿兵啊，我要回去写功课，好无？你莫大概拄到，搁咧讲五四三，介意呢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什么五四三？甲你讲侪尔，就咧五四三，莫安尼啦。算开，咱搁是青梅竹马呢。嘿，阿兵啊，你无听着阿官咧讲，莫大概拄到会讲遮五四三，你就是安尼死人推啊。恁先回去啊，我保证伊袂对恁怎。来，来走。你听清楚哦，你若是要来告人话，我保证让你看。这个把阮保护的人就是高嘉明。阮熟悉嘉明，原本真正足善良的，袂做歹代志啊，啊甚至有淡薄仔无胆呢。啊因阿兄吼，本来就是有淡薄仔佚佗啊底，哦真歹哦。啊后来嘉明啊嘛食毒啊。目睹毒品的人，大家拢会惊哦，所以阮老母才会这烦恼啦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袂啦，袂啦，这拢人之常情啦吼，这已经理解。因两兄弟连续食着毒品了后，拢入去坐甲几六摆啊。啊，听讲去年迄摆，敢若食毒以外，啊，因阿兄亲像阁有卖毒、强盗，啊，确实是啥，我就无清楚啊。真的哦，那安尼伊妈妈哦，一定足伤心的。是啦，这是一定的啦。啊，其实哦，啊有当时啊，咱咧翻头甲看，啊，当初是足侪代志哦，拢免误解安尼啦。这就是正面的力量，伤过少，无够。对啊，那是啊，迄个时阵伊会当教阮去读册，啊至少。袂甲因阿兄迄款人行遮我啦，啊，代志应该会拢会无共款啊。更加不幸的是，啊，啥物啊？还有更加不幸的代志哦？就是因老爸啦，伫咧伊头一届予人掠去关的时阵啊，有一天趁无人伫咧厝，唉，烧炭自杀。阿爸毋那一届啦。就坐伫咧遮，甲阮老母讲，囡仔无教好，伊足自责的。啊，阁有吼，因阿嬷啦。啥？啊，因阿嬷是安怎？阿嬷嘛走啊啦。阿爸啊，阁无出山呢。才过几工，听讲是伤心过度啦。大家是安尼摇的啦。阿忠啊，唔爱阁讲啊。妈，啊人往向个所在来。咱总是爱予人了解真实的状况啊！我干那想的是讲尔啦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阿姆即马伫咧便当店，甲人送便当洗碗。阿姨逐天盼望啊，伊的囡仔会当平安倒转来。啊，阿爸甲阿妈煞连续走啊，两个囡仔搁伫咧坐家啦。有母啊，伊一直真烦恼，阿姆的身体会挡袂牢。啊！大家拢想要甲伊斗三工，啊阿姆煞无爱接受，时间一久啊，大家拢麻痹啊，袂记你当初厝边隔壁的情谊，啊结果咧，高家变成大家拢会惊的所在，迄大家是会当劈就劈，阿姆啊实在有够可怜的，唉，啊，转来啊，迄、那个就是嘉明妈妈啦，哎、欸，阿姆，阿姆，哎、欸。陈先生讲的吼，就是这间啦。你看，干妈妈的脚踏车伫遐。你看，干妈妈，干妈妈，阮吼是对中华来的慈济人啦。干妈妈，阮是来跟你讲吼，讲嘉明的代志啦。有啥物通好讲？阮两个后生拢叫互抓来关啊！你阁想要讲啥？
高妈妈，您走啦！高妈妈，你听我讲啦，高妈妈，走啦！大伟师兄，那咱想一个办法，让我这样用的啊。那个妈妈哦，这么疼囡，还佫遐尼啊安抚家己的后生。哎，安尼两个吼，哪会安尼啊？啊，棒点点，哦，我一人一只吼唱独角戏，啊，好歹哦，恁两个嘛爱讲两句啊，对无？我是讲迄个高妈妈吼，啊，做人的时代，迄种观念哦叫做溺爱。我是讲哦，足侪做爸母的拢安尼啦，小细是囡仔吼，啊，害囡仔家己拢唔知。小凤师姐，其实吼。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啦，像当初时啊，我妈跟我这就不一样啦。像昨天我妈哦，伊就打电话给警察了，啊报警抓我呢。伊讲哦，家己的囡仔在外口安尼吃毒哦，对这社会是交代袂得过的啦。啊，我这个较凶，伊拢直接写批给警察官，叫警察官绝对免甲交保。是真的也假的呀？恁姊也写批给警察官，啊，敢无效？少年爱顶风神，惊人笑无打，当当响响，想空想怕，人看着惊，无知会讲打，爱顶青影白擦月讲袂煞，当当响响，满天过海，鬼牵着惊。来拍